上把你们正式的介绍给他，把我们两个结婚的事告诉他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谢谢。别动，我爸不在，让我抱你一会儿。我想去找你，可医院不许我出去。你还好吗？辛苦你了。不过你分数很好，学校那边没问题，以你的水平一定能过，放心。为什么把头发绑起来了？放下来好看。不过你怎么都好看。你怎么不说话了？你是怎么了？我是下了飞机，着急想见你，开太快了。但是我一点也不记得。你说你下飞机？对呀，我不是跟你发过航班讯息了吗？你是被我吓傻了。我没事，我好的呢，看。我好的可以做家务了，我可以做红烧鱼给你吃呢。啊，别担心嘛，没事，我真的好好的，我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。哎，对了，我有个想法，你听好，待会见到我爸，我想把你们正式的介绍给他。把我们两个结婚的事告诉他，好吗？哎，对了，你跟你爸说了吗？不用不用，我来说就行。我向他保证过，一定要让你幸福，一定要让你开心，不能让你伤心难过。你放心。我一定能做得到。好。